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。我们现在来到十六湖国家公园，普利斯特的目前最大的湖泊的部分。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高度落差有大概有40公尺。今天是2018年1月16号，幸福克罗埃西亚第四天。哇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落差啊、哦，哇，而且好有震撼感哦，哇，真的好棒哦。还有棕榈石之美，哇！上面的步道，然后呢，走到这边，然后瀑布飞驰而下，哇！哇 ，amazing！ 这就是鬼斧神工之作，幸福科罗埃西亚第四天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拜拜。